迷你世界史上最稀有的方块，这个方块几乎不会自然形成，也不能合成，就算是开创造都无法直接获得这个方块。而获得龙纹石唯一的方法就是打罐子，只有野外出现这种罐子，里面才有几率出现龙纹石。但是用平常人物还不行，必须是解锁了二技能的助教，击碎罐子有 27% 的几率发现更多稀有材料和特殊方块。不过自从版本更新之后啊，他们的技能就都消失了。那么今天我们准备了10000个罐子，看看能不能开出一个龙纹石。如果屏幕前的你觉得我能成功，请把表情包的第三个表情打在公屏上。那么挑战开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不行啊！罐子里面开出来的全是食物，一个稀有方块都没有啊！难道说这个方块现在是彻底找不到了吗？